Can't touch me! Can't touch me! Nope! 而我的下属中也正好有一个人拥有绿者力量。雷电的力量。牙医吗？一切也只是我的推测。如果真的是牙医，为什么逆商会让牙医跑出来？又为什么牙医会对逆商的事情毫不知情？一切的谜团太多了。 总之，先把这些事情保密吧。Let's go!